据报道，近日韩国女团 Red Velvet 参加综艺 Summer Magic 夏日魔法回归预告照公开，果汁贝贝要来席卷夏日啦。公开的预告照中， Red Velvet 睡在沙滩椅上成一排，各个泳装出席，皮肤白皙，戴墨镜享受夏日阳光，姿势扬言，不少粉丝纷纷评论道，期待姐姐们终于归回啦，哦耶，表白小姐姐们终于回归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